你让我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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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请我吃个饭啊，就完了。那不然呢？你还想怎么样？啊，其实也不想怎么样。您看以身相许成吗？你滚蛋！哎呀，不开玩笑，不开玩笑，正经的。你看你这么大公司，我现在没有工作，要不你给我办个入职吧？你看行吗？你能干嘛呀？能干嘛？哎呀，安保这块我强项。哎，不算了，服从组织安排。喂，你等我消息吧。就走了。我让你买瓶水回来，你给我这么晚上回来干嘛？这不一瓶水吗？你赶紧这姐儿俩，把你这衣服赶紧给我换了。验车，我走了。小子，姐姐有点坏，天你要崇拜。